hơn của yêu hoàng đến tạo hoàn hoặc là hoàng của đất. Đúng không? Chỉ hiểu giao hoa. Ô lên chỉ của chúng ta mình hiểu giao hoa. Tôi chúng ta nào quá. Không không không. 对，好吧，我们大量采购，应该是要对，所以，我是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。他开始进行消费模式的改革，从海鲜到顶级肉品，再到蔬菜，都以批发价对外贩售，甚至还采取浮动价格，价差有多大？以中型鲍鱼来说，一颗200块油炸，但进到餐厅里就要卖到500-600块。 所有人进来就是免费，所以所有人的都是公平的，我们赚了钱，店家赚了钱是公平的，对。那进来之后，我们现在所有门票进来之后，所有东西我们就不赚钱，就是用批发价给。学的是商，他重组成，其上，完，选定台北市东区开店，他把装潢、人事成本降到最低。 自己当起设计师，打理店内店外所有工程，40平大的餐饮空间应该需要人，但他5位就搞定，请来了不担心超时工作的机器人。机器习惯吗？会有点不习惯，<laughs> 对，可是还是能接受。你很讨厌我咩？ 是诶，如果不敢念，你回到第一名是你。至少上面难哦。哦哟哟哟哟！哇塞，这个第一发，这里诶，我还记得是你吗？我们的美好回忆。哇！我看我是拿到卡98点了。 我去屋顶上面，我在有爱山山，去看酒吧屋顶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没有啊，我是看酒吧。哇，你是看L啊？是诶。水灯。 你射到这样爽，我在屋子里面看。肯定，我肯定是山寨山顶那里射的。啊，我在屋顶。我在塞德屋。我以为你在山寨。我全部在屋子里面。我在塞德屋那边。我塞了两个人。我还在山寨。 谁来跟我 cam 啊？没有江远，江笑就是在屋子隔壁吧？没有人这里，没有人这里。讲什么东西？你要问我什么？那他们讲的 once per game 啊？是一张一个还是那一个就是那一个？就 once per game 的话，就是讲只让那 game 只能玩一次，那效果好不好？ 另外一张就也是玩不到啊。嗯，像罗瓦也是罗瓦忘死。是啊。嗯，OK。因为苏珊那时他不懂讲什么东西，罗瓦可以这样。他当着自己是白勋丹。诶，没有人。就是没有人下来，全部在屋顶上面一百八，这个才好笑。 没有啊，我全部上顶上面很多人嘞！哦，发，我发，因为是。我就是不知道自己屋顶。山顶哦，应该是不在山顶哦。是啊，而且山顶容易死，是我懒惰。哇，我现在我在爬的，我在爬这个。哇，一股就是强。哇，你们那边很刺激耶！我都不敢，我都不敢。我找不到人了。你进来这个，我的姐全部在山顶了，哇！ 杀掉被杀掉！你进那个哪里？你过来，我们这里这里有人的，我这里。我不要，我要去杀人。我是在杀人。我们是杀远的。不是看有两个傻瓜经过啊，然后杀掉他吧。嗯。
有啊，跟他们超赢超不过了，因为你们少了两个人 support， 你知道吗？不用紧啊，我炸掉一个一个慢慢的杀啊。然后你又给他们炸掉分数了，很简单嘛，好吗？我们全部聚在一起，然后你一个人跑掉。没事，我看到了，在哪里？找不到，我是在墙，在墙在哪里？喂，哇，他在另外一个屋顶那边。爬进去，你不要怪过去，不要怪过去，我进去屋子里面，保险一点。OK，Thank you。有三个在那个山上角落那里。啊，这样辛苦。好像有人上这来了，现在卡就到了。MP 死最多的，放心。有看到我在问吗？没有，我知道我在射人吗？有时候，有时候。我还有 EWA， 哇红箱在我前面，哇他们拿 EWM 哦，是啊一个一个拿红箱，我有过啥呀，你看火火带你看这一个门那边，我是用我有追魂的武器，哇你们那边这样刺激啊，我这个也刺激啊，我这边有人那位，是啊，那边有人过去那边啊，注意一下，我还射不死他，他在红墙后面，啊对了，红墙后面还躺着，你射死他，如果你要，哎还有一个，我去救他，有三个红墙。Nice， 还有两 A 哥在那边躲着，红箱是 OK 的。嗯，哦，他被躺，他躺掉了，打杀。完全是照盖的情况，有红箱有人过去拿就好笑，真的是照盖。哇哇哇哇！哦 ，VM。啊！他过去拿东西了。追射我！哇！哇！他跳的挺帅的。哇！哇！那个位置，一个 surprise， 晚一点了咯。用紧我身上掉下去。啊，这里有人。
有的时候我直接死，杀掉我那个。看来，给你一次杀，再给你拿。哦、oh, ，the hell， 又是他。我在这里。DQ 上去杀他吧。我是属于在上面的，你先问啦。我们躲在这里。啊，这是拿分算。那在上面拿。五一二五。Scar L。DQ no， 不用紧张。我后天去拿刀吗？那你拿到我的东西？你跳的紧张。你有 scoop 的人啊？看来是真的冲不出去了。好吧。不动了。全部在山上啊！大姐在山上啊，所以。太强了 ，MVP 也是我呀！我的妈！